老大，易仲的事你知道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事情啊都已经闹大了，我的朋友圈都快炸了，现在已经弄得是满城风雨了。这个潘维宁不简单，今年易仲董事会改选，他竟然把他哥哥赶下台了。是啊，记得温暖被一星粉丝围攻的那一天。 我在会所看到了几个易仲的大股东和潘维宁聚在一起，当时我就觉得不对。平时这兄弟俩表面上看关系都那么好，其实是窝里斗啊。潘家这两兄弟表面上相处和睦，其实私底下水火不容。他们家这场闹剧迟早是要上演的。之前我们跟易仲合作多年，都是潘维安一力促成的。现在换了潘维宁。 请用茶，谢谢欢姐。 请问两位来有什么事吗？好一副女主人的口吻。南贤的家我不能来吗？如果你找南贤的话，他应该马上就回来了。麻烦稍等一下。温暖，你现在是不是有种错觉？ 觉得南贤可以跟你从头来过？应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吧？我不觉得这是一种错觉。你是不是忘了？你是让南贤痛苦的罪魁祸首。你以为？ 南贤会忘记过去跟你从头开始？你以为曾经你对他的伤害可以这样轻描淡写的过去？你简直就是自欺欺人。的确，过去是我伤害了南贤，是我对不起他。但是我想，这应该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。 不需要由别人来干涉，不应该由别人来管。你把我当什么？你轻描淡写的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一笔勾销了？这么多年，你知不知道如果没有你，玉鑫、小潘总、詹总。 你们怎么会到这儿来？打扰了。南贤，有些事情我想单独跟你谈谈。我先上去了。 坐吧。
你跟潘威宁为什么会到这儿来？我跟他就是碰巧遇上的，他告诉我温暖在这儿，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。 有些事情你是不是忘了？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温暖，可是感情的事情不是两个人的。叔叔的事情你忘了吗？我自己可以处理好。可是阿姨呢？她一直把叔叔的意外。 在干嘛？你心呢？走了呀？嗯。没什么事吧？没什么事。哎，我就在你身边呢，还画我干嘛呀？一直画，一直画，有人过来，你忘记。 我们遗失在彼此的心里边，谁都不会忘记彼此，对吗？嗯。你要喝吗？ 画里边只有我自己，这样一个人太孤独了。过来，把我把你也画进去，好吧？嗯，你会画吗？我当然会画了。嗯，谢谢。我哪里是长这样？ 谢谢你送我回来，依心，你今天都看到了吧？展南贤的心里只有温暖。
所以呢，你要我现在就放手？整整七年，一个女人能有几个七年？你要我就这样认输？所以你才更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他的身上。一心，你到底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在爱情里面是没有道理可言的。以后我的事情你不用再管了，谢谢你。